俺不敢来太原，请我和我闺蜜吃饭，然后我俩让你亲一口。哇，两个大美女，走，出发。我他妈来了。哇，到了，好像就是前面那两个，咱过去问一下啊。吃点肉，你看你瘦的跟个猴似的。我也这么夸女孩子的吗？真是。闺蜜，闺蜜也赶紧吃。嗯，谢谢。微辣还能吃得惯吗？可以可以。爱吃米饭吗？嗯，不吃饱够了够了。这碗太小了，我还得吃一碗。大量大很正常，男生吗？你俩长得都很漂亮啊。谢谢谢谢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你闺蜜呢？你自己问嘛。我自己问。对啊，咱俩换个位置。好呀。闺蜜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没有。挺好。你这是中国好闺蜜啊。不应该是中国好粉丝吗？以后也不是粉丝了，咱们以后是一辈子的好朋友。行。赶紧吃，赶紧吃。Nice。两位都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那咱们得说话算话，开始挑战了啊。嗯，来吧。记得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那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。